咪，请问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故事？这本是什么书？大象。大象吗？是只有大象吗？还是有其他动物？里面有没有你喜欢的斑马？有。那还有什么动物你记得？有。阿米姐姐最喜欢的长颈鹿。对，所以这本是不是只有大象？这本是动物书哦，里面介绍很多动物。这本叫做《The Magnificent Book of Animals》。哇，你看。动物还浮起来，这只大象是立体的耶，浮起来了。这边有好多动物的形状哦，你认得出来哪一个？我认得出来。你认得出来这是什么？斑马的。斑马在哪里？斑马是这个吗？这是不是斑马？看起来像斑马。是啊。这个是什么？长长鼻子的。你打就好。我打就好了。是什么？是什么？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看到？是谁？是大象，对不对？嗯哼。那这个长长脖子的是谁？啊，我以前真的挺喜欢的，是长颈鹿。长颈鹿。那有这个尖尖角的是谁？犀牛。犀牛。那再考你一个，这个看起来像什么？驯鹿。这看起来像驯鹿吗？我觉得有点像羚羊。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吧，《The Magnificent Book of Animals》。哇，一打开就是你跟阿美姐姐喜欢的动物，阿美姐姐喜欢的长颈鹿跟你喜欢的斑马。这本书里面介绍了很多很多的动物哦，从北极的北极熊到非洲草原的一些大象啊、老虎、狮子都有。看这里面好多内容哦。我们来先看，今天我们先来看妈咪喜欢的大象好了。哦，先看你最喜欢的斑马。好，那我们就先看你最喜欢的斑马。刚刚是54页，54、55页是斑马。斑马的英文是 zebra。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斑马有什么特色呢？ Number one, zebra sleeps standing up。斑马会站着睡觉，你会吗？你可以站着睡觉哦。你不是站着闭眼睛，就是站着睡觉吗，亲爱的？Number two, every zebra has a unique pattern of black or brown stripes on white fur. 每一只斑马的斑纹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跟别人重复，就像我们人类的指纹、掌纹一样，不一样。对啊，你看你的指纹跟妈咪的不一样。Number three, zebra has black skin, black and white hairs make up their stripes. 斑马本身的皮肤是黑色的。然后它皮肤上会长出黑毛或是白毛，然后就会有斑，就是条纹了，就会有这样子的条纹。Number four, zebra stripes have many uses, including repelling biting flies, keeping the animals cool, and offering camouflage. 所以斑马的条纹有什么功能？有很多功能，比如说可以干嘛？防止蚊虫叮咬，对不对？它可能皮很厚，然后呢，可以让它身体感到凉爽。然后还可以让它伪装，黑白条纹，它伪装在那个大自然界里面，就不会被发现。然后 number five, the stripes make a herd of zebras blend together so that it's difficult for lions and other predators to follow one target in the crowd. 所以条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可以让他们群聚在一起的斑马不会一一被那个老虎或狮子相中，然后攻击。所以因为太怎么样，盯了一大群的斑马看，实在太令人眼花缭乱，眼睛又看不清楚。再来呢 ，Number six, zebra herds are always on the move, following the lead of a chief male or stallion. 他们呢总是群聚在一起移动，然后会有一个首领。Number seven, zebras dig into dry river beds with their hooves.To make small watering holes， 然后他们的马蹄哦，你看跟一般的马很像，他们的马蹄可以挖洞，就会有水坑在里面，就会做出水坑。Number eight, zebras prefer to eat the tender tops of grass blades and leave the thicker stalks behind。他们喜欢吃嫩叶、嫩芽，不喜欢吃厚厚硬硬的。还没有啊，你看你喜欢斑马吗？你是一只斑马吗？你也是一只斑马。那你要知道斑马住在哪里 ？Where does zebra lives in Africa？ 他们住在非洲哦。Habitats，
Savannah and Mountains， 他们住在非洲草原跟山上。我要讲阿美姐姐最喜欢的长颈鹿。好啊，然后我们快看完了，他们的高度是大概 6.5 到 8.5 尺吗？然后体重是500到900磅，还蛮重的，比人类重很多。然后生命周期是40年，喜欢吃草。好，阿美姐姐喜欢的长颈鹿在这里，哇，好酷哦！我们把它翻过来看看，这就是 giraffe， 脖子很长哎。Number one， the giraffe is the tallest animal in the world. It can be more than 15 feet tall。原来长颈鹿是世界上最高的动物哎，它你看它脖子好长，腿也好长，所以让它变得很高。Giraffe, number two, giraffe has 7 neck bones, the same numbers as a human being. 哇，我都不知道这件事，今天才知道，原来长颈鹿的脖子有7块骨头，跟人类一样多。Number three, 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啊？人类的脖子短多了，对不对？人类的脖子好短，那长颈鹿的脖子这么长，只靠7块骨头来支撑欸，怎么那么厉害？Number three, the tongue of a giraffe is a dark bluish purple. It is 20 inches long and is very flexible. 对呀，你知道吗？长颈鹿的舌头是有点紫色的，紫灰色这样子，是不是？然后呢，重点是它很长哎，20寸哎，它是长舌妇，而且非常有伸缩，有灵活度，可以。好可怕，名字的意义。好，再来去看 Number Four， male giraffe。那是我，你挡住了，你挡住了，什么事情？名字的那 F， 什么名字的 F？ 那个名字。这边有 F 啊，你今天学的对不对？你今天是有学 F。Yeah。 嗯哼，好，那我们继续看 Number Four， male giraffe fight by knocking their necks together。所以你知道长颈鹿怎么打架吗？他们是用脖子，长脖子攻击敌人。Number five, giraffes have one of the shortest sleep requirements of any mammals. They sleep only 10 minutes to 20 hours per day. 真的啊，妈咪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哎、欸。这是什么字？没关系啊，滴下来擦一擦就好。他说长颈鹿呢，睡眠时间是所有那个哺乳类动物里面最短的，从10分钟到两个小时不等，他们只需要睡两个小时欸。那你要睡这么久？接下来我们讲，妈咪最短。那等他们讲完。Number six, a giraffe is born with two hair-covered horns called sequins， 就应该就是这两个吧，它的那个头上的角。They are flat on the head at birth, but grow longer as the giraffe gets older。所以它本来出生的时候是平的，然后就慢慢变长。所以这就是长颈鹿。Female giraffes give birth standing up. The baby falls 6 feet.to the ground。哦，他刚刚说一件很惊人的事，长颈鹿妈妈生小宝宝的时候是站着生的，还不能躺着嘞。然后小朋友一生下来就有6尺高。最后一个 ，A giraffe's heart beats twice as hard as and twice as fast as a human's to pump blood up to the animal's long neck to reach its head。他的心跳呢，还有心跳比人类快2倍。而且跳得很用力，也比人类跳得用力，对不对？这样子，他的血液才能输入到心脏。他的脖子实在太长了。妈咪，你知道长颈鹿可以活多久吗？你可以讲妈咪最喜欢的大象。可以啊，我们来看我最喜欢的大象。大象，大象，你的鼻子为什么那么长？妈妈说：“哦，找到了非洲大象 ，African elephant。Number one, an African elephant's tusks are its two front teeth. They can be as long as an adult human。”我还有一个。没有，我们要先讲故事哦。长那个大象的这个长长的象牙，我还要这一个。长长的象牙就是它的。请你坐好好吗？谢谢。我要
好，那你躺着看长颈那个不是长颈鹿，大象的象牙呢，就是它的前面两颗牙齿，然后呢跟人类一个成人一样长哎。Number two, a baby African elephant eats a little of its mother's poop. The bacteria helps to keep its stomach healthy. 他刚刚说什么？他刚刚说大象宝宝会吃妈咪的大便哎，你要吃我的大便吗？对，好恶心哦！你大象宝宝吃妈咪的大便里面的那个细菌会帮助他肠道健康，所以没有好菌，对不对？ Number three, African elephants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using deep rumbles that travel through the ground as vibrations. 所以大象怎么讲话呢？用一些声波来讲话，震动。Number four, African elephants are Earth's biggest land mammals. 所以大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类动物。海里面最大哺乳类动物是什么？好像是蓝鲸的样子，还是啥蓝鲸？要查一下。好 ，Number five, an African elephant's trunk has more than 100,000 different muscles. 所以大象的鼻子，长鼻子上面有超过个十百千万十万十万不同的肌肉，所以它才能移动的这么的顺，你知道吗？Number six, an African elephant's teeth are so huge that there is only room for 4 teeth at a time in its mouth. It grows new ones as each tooth gradually wears down and falls out. 所以大象牙齿很大颗，所以它的嘴巴里面只能容纳得下四颗，要掉下来一颗才能再长一颗新的。这我以前也不知道。最后一个 ，An African elephant's wrinkly skin traps droplets of moisture, which helps to keep it cool in the hot sun. 所以大象这个，你看身上充满皱纹的皮肤，可以帮助水分的保持，就不会太，它就不会整个干掉了。所以大象是住在非洲，然后呢，大概有60到70年的寿命，像林旺爷爷那样。好啦，我们今天就讲三个动物 ，The end。